前两天为什么不来上班？有事儿。有事有事就可以不来吗？啊，那公司员工要都像你这样，那公司是不是得慌？那还用不用干了？来，你说。我你什么你？再说有事为什么不请假？忘了呗。你听听，哎，忘了多可笑的理由！我今天非让你长长记性，不行啊！来，交罚款。不是我前两天我跟李总我，哎，不对啊，小董，我是公司老板，我交什么罚款？我跟谁要罚款？你是老板怎么了？那老板是不是公司的一份子？对吧？那是不是更应该以身作则？不是，我是老板，我没有特权吗？特权。啊，有啊！你看，员工罚款100，你罚款1000，罚你1000，那是不是你的特权？对吧？这就是你的特权。我，哎呀，你什么你？快点拿钱，旷工1个周，7天，罚款7000，我就拿。没钱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无规矩不成方圆。再说，坏了规矩就要罚款，老板也不例外啊。不是你跟谁俩规矩呢？我是公司老板，我给谁交罚款？我给你交罚款呀！这个提议不错，那这样以后我请假你批，你请假我批，怎么样？咱俩相互监督，公平公正，可以吧？老板，这文件要签一下。好。哎，对了，木木，你前两天不想吃烤肉吗？这样，哥今天晚上带你去，哥安排行不行？好，谢谢东哥。哎，没有问题、啊。给木木，小东，你个月光族，你拿什么请人吃饭？哎呀，那个我是没有，但是罚完你我不就有钱了吗？罚我？对啊。合着你拿我的钱做好人好事呢？啊，请人小姑娘吃饭。哎呀，什么你的我的，你不都是我那啥，赶紧交罚款，我着急走呢。走啊？上哪儿啊？啊，那我可跟你不一样，我是跟人事请了4天假的，我要出去玩儿。出去玩是吧？对。哦，罚我钱。不是，给人事打个电话。不是，哎、喂，人事。不是，干啥？你不给批就算了，那这样直接算我旷工行吗？我旷工1天200，然后4天的话是800，这刚罚了你7000是不是？这你也不用给我7000了，你给我6200就行，咱抵了，好不好？啊？没钱，滚！你。没钱是吧？哈，立马是不是我生日啊？小东，我走了。爸，房子装的怎么样啊？来了，哎，李姐。哎呀，你也在呢，老弟啊。又来坑你老丈人了啊？你姐夫怎么样啊？行了，就得看看我房怎么样。哎，好。小东，你看那边还挺不好。是挺好的。哎，老板，我觉得咱昨天看那房子也挺好的。那哪好了呀？那除了采光好，位置好。冬暖夏凉，那离公司近点儿。不是小东，你有钱吗？你说买房子？不是，啊，我不是有钱吗？没钱呀。啊？你没钱，我就跟你去大街呗。反正我跟你在一起已经做好了，陪你吃苦的打算了。不是老板，你说啥呢？什么不买了？买，怎么不买？小东，买这个车我先给你垫上去。不是，不是老板。你说咱自己买房，你让爸掏钱，这不是明显啃老吗？这多丢人啊！不是你要什么装修费呀？那毛坯不能住吗？不是，过夜分多时髦啊！那毛坯咋住啊？毛坯怎么不能住了？不但我俩要住毛坯，那以后要生个大外孙也要住毛坯，不能让他这个成为温室里的花朵啊！那可不行，打算就我小外甥住毛坯，那我这有钱不是吧？这都是你和我妈的养老钱，你都给我姐了，我房子装修还差钱呢。哎呀，弟弟啊！你装修房子着急用钱的话，你可以用抖音钱包里的放心借来应急呀。那有什么用啊？你打开抖音，点击我钱包放心借，然后点击激活额度，跟着要求申请，最高能借20万额度应急。等你工资奖金发下来，你再还上就行了。或者可以点击评论区链接查看详情。不是，弟弟，你盘算什么呢？我就你这么一个情敌，对吧？我能跟你抢东西吗？我能跟你争家产吗？那将来咱家一切所有的东西不都是你的呀？是吗？那对呀、啊，那必然是啊。你想想。你姐，我要是结婚的话，那你姐夫是不是得给彩礼？必须得给彩礼啊！给80万都不行。给。这80万彩礼，你想想是谁准备把这个钱给谁，然后再给谁，最后给了谁？你自己盘。80万彩礼给你了，你再给咱爸，咱爸再把钱给我。对呀、啊，这不就算明白了吗？你姐夫把钱给了我，我给了爸爸，爸爸又给了你，是不是这么回事？是这样的。谢谢你啊，姐夫。不是，行。老板，你来啊！你怎么能这样？我都过意不去了。不是小东，你要什么家具啊？你要不要脸啊？爸，
前面张老师不是爸，你看你这，爸，你留在上大爷吧，不是这张老师一起走啊。男孩还是女孩啊？我喜欢男孩。这不巧了吗？我也喜欢男孩。老板，老板，小童在这儿呢。哎，经理。那个什么事啊，经理？他在这儿不方便说。你自己人说吧。哦，那个你借了2万块钱呗。哦。啊，行。那个，你有些事儿。啊，对，急事儿，急事儿，不好意思嘛，兄弟，我现金也没带够，没带够啊，没事，老板，手机转账也行，你转给我，行吗？行，你先转给马经理吧。哦，好。不是你干什么，帅帅大大的？不是马经理管你借点钱怎么了？跟我们十几年的老经理了。我没有，我什么时候帅大了？你给我过来，来。提什么5000块钱呀？是马经理上次约会管我借5000块钱没还，那这么大岁数了，孤家寡人的，我不替他着急啊！我作为一个领导，我什么时候说5000块钱了？我跟你说哈，跟你没关系，听见没有？一天多管闲事，我上老板，我还忘了上个月借了你5000块钱，我现在就给你转，我现在就转，行吗？不是，没事没事，我跟你说，我就教育教育他，一天天真是多管闲事，一点格局没有啊！你在这儿是不行啊，我跟你说。哎，行行行，我转还不行吗？我手机呢？手机呢？我这儿呢。拿来，我转给他还不行吗？这，怎么没电了？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我天天跟你说，把电充满了再来上班啊，这耽误事儿吗？人马经理借点钱，不是我故意的，就不想借是吧？我真没有。啊，别老板，你俩别吵了，那个这个钱我会借了。行吧，我到其他同事周转一下了，好吧？我跟你说，马经理，我真不是故意的啊！这我生气，回来我就教育他。哎，行，别生气了吧？那5000块钱我给你转回去了啊！哎呀，不用，拿着花吧。我转回去了，我到别人同事周转一下了。行，那什么，好好上班啊！哎，好，老板。嗯。哎，省5000块钱，还赚回来5000。老板，还有一条鱼啊，咱不着急啊。没事吧，老板？不是，哥们儿，你没看后面有人吗？你不能往前点吗？算了，给你钱，姐，你出去穿去。算了。不是，老板，要不然换一点吃吧。不是，哥们儿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好了，咱们换一点吃。老板，你不用怕，别惹事。宝贝儿，一个人啊？宝贝儿，你快喝点去。哎呀，松手！你们在这儿，我喊人了。哎呀，喊不是喊人？知道这个人谁叫了吗？松手！不是，哎，松手，哥们儿，松手。老板，别怕啊，有我在。你干什么呀？啊，这哥们儿。这是我女朋友，你们走吧。女朋友？咋的女朋友？不是，小东，算了，放手。谁打我？打我呀？放手。哎呀，打我！怎么抱？美女，明天不见不散。还是兄弟？不是，你拉我干嘛？不是老板，就这种小瘪三，我一个人能打5-6个，你怕什么？哎呀，我相信你可以的，我相信你能保护我。但是如果你觉得你还年轻，你觉得你是一个人，那你就去。不是我，就算这一时打赢了怎么样？赢得也只是一时的痛快。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得到自己应有的惩罚。不是老板，可是他们欺负你，我忍不了。我理解，忍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不是吗？最重要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是什么？我不想让你受到伤害。